计时一分钟，等一下我会跟他进行鬼抓人，看我抓不抓到他。486独家 M9 拖地机有多干净？鬼抓人实测给你看。好的，我们公司卖这台486独家的拖地机，听说很安静，只有44分贝，拖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在哪。后面这个抹布是防手镜的加压柔地，所以我今天有没有穿了一身白？怎么样？我等一下在地上匍匐的时候，如果到时候很脏，代表它真的也没有擦得很干净。3, 2, 1, go！ 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我来了，小拖地机！哎呀，你在哪里啊？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声音，但是很小声。有吗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哪有那么简单？小臂。在哪里？哎，计时一分钟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真的有点难找啊。声音变位。这么近你都没听到，我超安静。哎，有，在附近，在附近。干，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我摸到水痕了。依着水痕去找，应该有办法。依着水痕，水痕。你是把出水模式关掉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跟你讲，我直接开自动。好啊，因为我手动也是有点累。有自动，干嘛不用自动？我要北七哦。5, 4, 3, 2, 1，时间到。等一下，好，让我找到他，让我找到他。那我继续。好，你继续。怎么？我刚刚离他很近了。冷静。哎！真的很小声。我们刚刚呢，其实算是失败了。我特别挑一个比较大的空间，但是它真的也是无声，尤其是它有那个静音模式之下，你根本就完全听不到在哪里。那像这个木质地板，刚刚水痕摸起来会不会觉得很湿？味道很湿，就是刚好的湿度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的身体到底有没有脏。来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我刚刚在地上趴来趴去吧。你看，所以它是真的有在拖哎、欸。你看，连我这脚，你看，除了拖的安静跟干净之外呢，其他有很多附加功能，譬如说它有这个居家监测的功能，有个镜头，你就可以透过手机啊，面看一下有谁经过你家。除此之外呢，它电力充满之后，其实可以使用的长度也是非常久的。还有各位，你看它的抹布，它是双回旋这样一直帮你擦你的地板，然后它是防手镜这种加压，所以擦过去其实跟人擦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现在防疫的需求嘛，所以你可以喷一点消毒水在上面啊，防疫的小撇布。它的清洁模式有非常多种，立式清洁模式啊，墙边清洁模式，把你家拖得干干净净的。我们486独家的颜色极净黑，今天算是挑战成功了。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上486团购，现在有天天价。这里，应该是这里。这个画面太诡异了。